这么清晰的海水，不是应该有龙虾抓才对吗？啥都没有。哦吼，躲得还挺隐秘的。赶海最重要的是注意这些大石头缝里面的那些坑，经常有好货躲在里面的。看，这不就是一个煎蛋螺了吗？哇，这个应该有个一斤了吧？这海螺特别的沉。条海鳗在这里哦，嘿嘿，这家伙在干嘛？哦，你在打瞌睡也是翻跟斗？开始摇吧。他应该是出来追那个螃蟹的吧？这么清的水都没货啊！这里有了，这家伙会躲，敲来躲来，退潮后还是有一些螃蟹在这些水坑里面等待猎物的。这有个鲍鱼。像这种鲍鱼也长不了多大，不像那种养殖鲍鱼，它就长得很大哦。潮水退得很干，就能够看到这些珊瑚哦，挺好看的，绿色、紫色、咖啡色都有。这家伙这么会躲。应该是在遁地的，一个响螺。这海螺壳也是特别的好看哦。我刚刚就看到它躲到里面去了，是一条鱼。它那个身子在外面。没抓到，不知道是什么鱼呀，都不敢拿手去。哎，跑了，这应该是他的坑，走吧。家伙还挺会躲的，看，他想利用这些浑的这些，像水，像那个泥一样，盖在身上。哇，扎了一下，这家伙应该是人家，像那个网还是那个鱼钩抓住他的，被他跑出来的。啥都没有，这小水坑。哦吼！我去，这大青蟹，伙食好哦！还是准备吃这个鱼鳃吗？这条鱼还很鲜呢。哦，给你来个封面，太牛叉了吧！哇，这条鱼已经给它收桶了，嘿嘿嘿，没地方跑啦！哇，好大一只！这一只螃蟹应该有膏了，是一只母蟹哦。哎呀，小阿平又有口福了。网友们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螃蟹会伪装哦，
它那个身子在那个沙子下面卧沙了，已经把这两个夹子放外面，比如你这个是猎物，它就逮住你了。出来，他们一般捕食都喜欢这样的，隐藏自己的身体，外面就露两个夹子。一个小水坑在这里。哎呀，哇，这条大石头鱼。呦呦呦呦，哇，你们看这一条，爽吧，这估计有个一斤多了，有货咯。这么大一只兰花蟹，呀，哇，挺凶的这家伙，看来今天有点螃蟹捉。那里有一条鱼，应该领盒饭了。退潮后经常在水坑里面碰到这些领盒饭的鱼哦，水太热了。哎呀，这个还有点生命迹象，嘿嘿，放桶里面去吧，桶里有水，看能不能把它抢救过来吧。这螃蟹是在打洞吗？看一下它如何钻下去。它听到我的声音，它一动不动了。珊瑚礁很多这样的傻瓜蟹哦，红色的，来展示一下。呦呦呦呦呦呦呦，长得跟个石头一样。哦吼，这里有一只中华号，这家伙被搁浅了。哦，要不要帮他一把呀？哟，下面还有一只哎。这是一对的吗？哇，你看一下，它上面长满了这些海藤啊！哎呦呦呦，不知道是不是弄疼它了，咱们帮它一把，把它放到那个海里去吧。哎呀，这家伙的方向也是很好的，就是想找路出来，出不来的。这种中华后它们生存历史比恐龙还要悠久呢，看它自个游出大海去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据说它们的血液还是蓝色的。再帮一把，浪有点大。哎呦，外面都是那些水坑，只能送你到这了，咱们接着赶海吧。这么小就出来讨生活了，看来在海星世界中他们也不容易啊。这玩意很猛的，螃蟹都干不过他们，身上的斑纹像那个蟒蛇一样。这边有两个花海螺，有三个。哇，看一下，哇，这海螺这些肉啊，哇，漂亮吧，花姑娘海螺。这里还有两个，他们都喜欢来这个漂亮的珊瑚礁上游玩嘛。哎呦，太美了，呼呼，不错。珊瑚礁里面特别多这种面包蟹，也可以称之为馒头蟹，还有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名称，称之为十点半。它们专门生活在这种珊瑚礁的区域
这我起了点风，哇，两个大货这里，那边还有一个，都是椰子咯。哇，豆家这个，我抓到特别喜欢弄一下，哎，收缩收缩，像小姑娘一样，动他们就收了，收到桶里。哎呀，呦呦呦，哇，不错吧？两个大家伙。赶海的时候眼睛要放亮，像这种海茄子也是特别会伪装的，像个月亮一样。哎呀呀呀呀，啊，掉下去了，胖乎乎的，拿回去炖冬瓜汤，特别鲜甜哦。有货咯，海螺。这种响螺平常就爱发现一对的，咱们找在里面，说不定它小青的还在里面呢。猫砂，呀呀，跑不掉啦！这么漂亮的珊瑚礁都没有大海螺吗？有个亮货这里，嘿，看这鲍鱼，好东西啊，在我们这边的话十来块一个，有货咯。哇，这是海龙还是海鳗啊？这家伙这样子是在寻找猎物吗？呦呦呦，开始缠绕了，拿到岸边去。看他好像吃了什么东西在嘴巴里面，上岸之后他就爬不动了，收了。海岸一线啊，这里的风景特别美的。哦吼，哇，有个大货在那里，这家伙逮了条鱼。哎，挡住他那个洞口，给他赶出来。嘿，这下就有了。哎，哇，呼呼，看，给来个特写吧。哇，嗯，这鱼有点味道了，这螃蟹还是可以收的，呼呼，这大夹子。哦吼，为了躲太阳，头在里面，尾巴在外面，一条金骨鱼。就这么点水你还能活吗？哎呦，还是直接收桶里吧，全身是刺的，扎到人也特别痛。哦吼，有条鱼搁浅在这水坑里面，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出不去了吧？今天太阳很猛哦，像这种鱼，就算不来抓它，一会太阳很猛的时候，它们一样领盒饭的。满潮的时候，这些海货都上来捕食。哦吼，有条海蟒在这里。哇，这家伙是涨潮了，想上来捕鱼的吧？抓这种危险的东西要抓头部，这样它就咬不了你了。呀呀呀！哎呦，这家伙还要向我发起进攻，你这么牛吗？有一只中个头的梭子蟹，哦哟，还不小啊，还以为中个头，远远看到比较小，呼呼，
母老虎，这梭子蟹。那边有条鱼，好像是老虎鱼啊。是五头鱼，躲得挺隐秘的。这种鱼平时也是比较温顺的，它没有发脾气的时候，随便你怎么弄它，长得跟个礁石一样。哇，这两个大叶子，有一斤了、啊，这鱼特别沉。看一下它有没有兄弟姐妹。哦吼！有货咯，两个海盗蟹，抓这种螃蟹不用怕的，不会咬人的。呼，这种螃蟹特别迟钝的，动作特别缓慢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看他们走路我就特别着急，因为他们太慢了。我你看，慢悠悠的。你俩这么慢的节奏，谈恋爱的话要到何年马月才生宝宝啊？节奏都慢人家半拍。那边有货，是猫砂。这种鱼肉很嫩的。他游到岸边来干啥？这家伙，哎呦，哎呀，哈哈，三四两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平哦。今天的赶奶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，喜欢看赶奶的朋友们别忘了留个关注，下期再一起赶奶咯，拜拜。